港福音盛会2017主爱临香港报道大会终于开始了。大会11月29日在香港大球场举行了祈祷奉献礼。我要高举十架完成使命。不同团体的代表轮流进场，为未来一连四日的大型报道会揭开序幕。大家都专程来到大球场为报道会祷告，将我们的身心灵强地器材工作人员出面的交通天气都交托给我们的主。无论是献诗赞美操亦或台上分享，大家都希望报道大会可以让更多人认识福音。今晚7:30在大球场将会有第一场公开场，分别有李彩华、黄君卿分享见证美丽人生，以及有吴振志牧师分享信息。同时元朗大球场亦都会直播台上嘉宾分享。还未攞飞的你当日可以在大球场外面的接待处索取门票的。来不到大球场的你不用失望，在12月1日昌西电视亦都会独家在 MyTV Super 802台直播其中一场报道会，到时记得收看了。